自小客货车从内线道要转进砂石场，重型机车突然从左侧冲出来，整台车腾空，人车喷飞，砰一声猛力撞上车子。惊险画面仔细看，车子左转，重机提示紧急刹车，整个人突然向前倾，脱离车座，喷飞10公尺远，瞬间撞毁车门。强大撞击力，骑士被重压在地，没有意识。一旁朋友赶紧上前帮忙，救队员到场，立刻将他抬上长臂板，一路输送氧气，希望获机送往医院。29岁重机提示急救后，还是回天乏术，成为现场车子挡风玻璃裂成蜘蛛网状，半边车门凹陷，钣金全毁。嘣一声都大声啦，嘿，来挡机吼，可能看到伊切怪蜘蛛吼，塞车，可能塞一个手急动吼，规台车拢飞起来，人路途脚那是弄弄落去，车我都卖嘛去弄落去车咧。惊悚死亡车祸发生在南投草屯，28号11点半，驾驶51岁阳性男子从土城台14线左转，准备进入砂石场，没想到却演变成一死的惨况。初步了解，双方都没有酒驾，转弯车应该礼让直行车，但肇责问题还要被警方厘清。记者曾伟翔、徐文贤、认真南投采访报道。